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发给各位一本慈悲的眼睛啊、大家看一下，前面没发到，他们会看英文的，我们就念几段就可以了。请翻到，我很喜欢这五个字，慈悲的眼睛。来，各位把你的眼睛弄成慈悲给我看看。哦，不容易，爱生气那个眼睛快冒火了啊，所以你的眼神就骗不了人了嘛啊，有些眼神呆滞，对不对？有些眼神空旷，有些眼神消极，所以各位你要多看佛的眼睛啊，智慧慈悲啊，所以牛王眼相啊，所以我想各位要用各种各种的方法，然后去训练自己的心，产生一个相啊，然后改变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道理，佛陀讲来，互相影响。永远记住，我们在这边讲话做事都在影响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缘起的，因缘和合互相影响，就像网络时代一样互相影响了也因为互相影响互相依靠，所以根本没有单独存在的个体，这个叫缘起无我。所以各位要有这种整体观我们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因为我念佛，佛的力量就透过这个缘起，像网络一样影响到全世界了。所以刚刚各位在供养，有没有影响世界啊？有啊。格西在诵经，有没有影响世界啊？有啊。因为我们念的都是好的，普贤分愿品念的是心经。那如果你在骂人，也世界也影响了，不好所以我们的念头以世界以心为主导，所以各位一定要用最圆满的心来帮助世界叫无上心、菩提心
所以这样来帮助世界，所以你帮助世界也帮助你自己，很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既然是缘起的，就有因果观念。你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为反作用力啊！你对众生好，你对世界好，就是对自己好，对不对？你把这个力量可以给你的爸爸妈妈，这有报恩啊，可以给众生啊报恩的思想。所以我想，这个世界希望有更多的格西，更多的堪布，更多的大法师。然后呢，因为他们是在救世界的啊，这个世界虽然科技经济一直人类在求这个发展，就像我在新加坡，我也经常去，新加坡已经发展了，在华人世界算最好的，不错了。但是很可惜，只有280位出家人啊。为什么？因为你发展的越巅峰的时候啊，修行人就越少，因为大家忙得像蜜蜂在盖窝一样，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就很少停下来去思考到底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我想生命的意义是解脱，生命的意义是服务众生。那是因为整个世界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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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成就成就成功成功，大家就往那边冲了啊，迷了。所以现在的报纸不是报佛法，报世间法，所以大家就往世间法冲啊。就像媒体电视媒体在诱惑人心，对不对？在制造一个幻象，然后大家就往那边去了。所以这个很可惜。那像色拉切的事情，搞不好各位第一次听哦，啊，在远远的南印度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一群人在那边啊，然后呢，艰苦艰苦的在过生活，但是很精进的在背。我在那边住点，早上四五点，叭叭叭叭叭，他们小朋友不知道我睡里面，他在我门口摆，嘟嘟嘟嘟一直念 morning call 啊，因为不背人家老师嘛，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些都要背下来，然后他们一个一个位置就在这边一直背啊，非常精进。所以我到那边去以后，我就会拉起警报啊，要精进啊。所以虽然我们没办法像他们这么认真，从小就可以背经典啦、啊，可以考格西，那至少我们还会修福报啊。然后我们自己随缘学一学，学一学。所以下回我们组团去参观好不好啊？啊，以前我们去没医院呢，所以我们现在去那边凑凑凑凑，终于凑出一个医院啊。以前医生。那边的医生薪水一个月15000块台币就可以请一个好医生呢，啊，4-5千人才4个医生，其他的地方也要来，然后根本不够用，啊，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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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啊，至少，对人类很重要，但是那个环境，啊，反而他们可以训练出很多人才，啊，因为唯有读书高，唯有辩经高，其他都没用，啊，因为没有人会去那边。也没办法做什么啊，上课也不可能有手机啊，根本也买不起啊，所以有点像军队吧。但是无论如何，在世界很多角落有很多人在精进的修学佛法啊，值得我们赞叹。好，所以慈悲的眼睛代表什么？看清楚世间的真相啊，观世音就是慈悲的眼睛呢、啊。所以，但是你要看清楚外在，一定要内心很干净。内观自在，内心有空性，像镜子一样，你才可以把世界每一个角落看清楚啊！为什么？那个都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家啊，都是我们心中的众生，我们要关怀他们。所以希望大家啊，现在要放眼天下，好不好啊？要关心苍生，关心世界，这是大乘的教法。我们念一下，念几段就好了。第二页，我们念下来。佛法就是绝对的真理，深信因果就是了解真相，接受真相，真实了解宇宙的真相，我们才能真切的忏悔、断恶、修善、谨言慎行，拥有美善的人生。所以我想，我们因为了解佛法，才会皈依三宝，相信因果啊。进一步，我们以前会杀生的，会钓鱼的，现在不敢去做了啊！因为众生都怕苦，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啊。就像很多人问我们出家人说：“你怎么不去谈恋爱？都是妈妈呢，都是爸爸呢啊，感恩都来不及了啊！”所以不是没那个念头，而是那个念头一秒都不超过就不见了啊！因为你面对任何感官的世界，你总会有分别，有分别就那个那一点就赶快修行了。要忏悔
要努力的念佛，所以谨言慎行啊，讲话任何行为都不离开佛法，要相信因果啊，这样就可以拥有美丽善良啊，美就是慈悲啊，善良就是戒律啊，不伤害众生的人生。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翻成英文，现在又在翻韩文，已经翻了日文，还在翻缅甸文啊，所以希望大家加入这个工作，好不好啊？你儿子要去读书，你要读一点将来有用的，不要光读赚钱的啊！看他读拉丁文、读法文、读任何东西都可以，只要为了利益众生啊！还要研究动物医学也可以，我们护生员很多啊，啊，帮忙救这些物命。第三页念下来，你是什么态度对待别人？事实上就是在对待自己。因为生命的主宰不是神，不是风水八字，而是每个人的心所引导出来的行为模式、讲话的方式、对待别人的方式所产生的行为反作用力。所以我到学校演讲，世间人不能讲因果这两个字，因为他不太相信，对不对？他说哪有前世呢？但是讲行为反作用力，他就觉得有道理啊，你要得到什么，你就去对待别人什么。你对人笑，人家就对你笑；你爱护员工，员工就爱护你；你爱护众生，众生就喜欢你。所以你对狗好，狗也对你好。啊，你伤害众生，众生就来找你讨债。啊，不好睡觉。所以我想各位呢，我们的快乐绝对不要建立在其他人或生命或世界的痛苦上面。啊，不能为了我们自私的利益赚钱，然后去伤害到对方。包括各位，你现在17岁要谈恋爱，谈恋爱，那你要问问自己，你这个是一种欲望、自私的，那你当然会痛苦了，啊，因为你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喜欢他，他满足我，啊，如何如何，那最后一定是痛苦的，啊，一定是无奈的。但是如果你改变一个方法，哦，我是为了帮助他、服务他、无所求的，那你的生活会过得很快乐。结不结婚对你来讲是个随缘吧，啊！但是如果能够出家爱所有的人，快不快乐啊？对啊，不要光爱一个人，多苦难啊！约束自己，而且不是光爱人，爱所有的生命，啊，爱所有的国家，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这个民主国家了，因为慢慢这个社会是一体的，对不对？念一下，地球共同体。英国要脱离欧洲很痛苦的，谁可以脱离谁呢？我们川普总统要建围栏，这下可苦了。建了要拆，那多麻烦呢？人家柏林围墙拆了，所以我想，这个现在要有一个永恒的真理，让大家都佩服的，就是佛法。如果用佛法，两岸和平，世界统一。但是如果用政治，那就各有各的这种意识状态，就可能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我想，唯有空才可以超越对立，超越男性女性，破一切相，了解吗？相是分别啊。所以我想，人家谈到这个问题，我都是用佛法来讲，讲空性，谁能够独立于别人而存在呢？不可能的。但是双方要有善意，可以。不管任何事情都一样，这个世界没老大，对不对？让你做老大也很苦，因为你做不了自己的生命的老大，那更苦。所以我想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民主宗教的问题，还是要靠佛法的力量。那如何把佛法现代化、简单化、容易化、普遍化？就像唱歌仔戏一样，以前都是在路边唱歌仔戏，这样我们就懂道理了。那现在只能透过电脑荧幕去诠释佛法，对不对？动画、连续剧，好看的、好听的，所以各位发愿，你下回要弘扬佛法，你下辈子要长得像影歌星一样啊，不能怎么办？不能怎么办？还要有钱，白天正德都要会，不然你怎么推动佛教呢？像大宝法王帅不帅？那这还有两下子喽。不然还不听呢。事实上大宝法王讲的佛法你也会，我也会，书上写了一大堆，但是他讲人家就听，
对不对？你讲人家不听，那就差很多。当然不是光外表，所以有术士的因缘，对不对？术士的悲心跟承担，那对方才愿意纳受。所以我想为了这个，那各位都了解啊、命运，人是命运的主宰，人可以影响世界啊。所以大宝法王那一本《崇高的心》呢、啊，就是针对这个在写如何影响世界啊，谁都可以改变世界。过去你怎么不好都没关系，因为万法无常，现在好比较重要。那当下就开始，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呢、啊，不要让别人让你是一个固定模式的人，那会惹人讨厌。大变弄安呢，阿别干跟他唠起啊，除非你现在已经老化了，一件事情讲二十次叫老化了。师傅，师傅讲的都一样，你要讲我都知道了啊，因为你已经老化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各位你要想了，如何影响世界，那首先你要了解世界，再来你要配合世界，然后再来你才可以改造世界啊。所以我想现在的佛法必须有新的思维模式了，怎么去做？因为现在时代真的改变了了。昨天我们停车在 7-Eleven 停下去上厕所，外面坐了四个人，一人看一部手机，这个叫世界，老少咸宜啊。那一天我过年好像是初一，站在门口要坐车，我跟葛西人等，旁边是美容店，哦，原来初一美容店没休息，对对对，女人需要。然后那个妈妈头发烫出来不错，手上拿着手机，走到我面前没看啊，车子管他呢，就这样走，反正老妈妈看手机啊，这个就是世界。所以他现在已经不看佛了，看手机。所以我们现在的佛必须变成手机，变成网路，对不对？变成好听好看的，变了要变了。所以我在生命台就跟你讲，新年新希望，大家要改变啊！你不改变，不加薪水了啊！因为要有那种诱因让别人去看，你让对方快乐，你也会快乐啊！如何透过影像、声音产生一种行为反作用力？所以各位很重要，今天这边有300个人，你让300个人都感受快乐，你就可以快乐300天，这个很重要的因啊。今天大家大家虔诚听葛西念经，我们快不快乐？快乐啊，祖先超度啊，我们大家供养葛西。所以我建议各位在你家里放一个存桶，每天把100块或零钱放进去，好不好啊？每天供养啊，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吃饭，每天都在生活嘛啊，你可以在家里做好几个桶子，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啦。但是要让你念念不离慈悲供养上供下施啊，而不是说我一年做一次超度，不行啦，天天超度，这辈子的爸爸妈妈超度了，上辈子的爸爸妈妈超度，在上一辈子的爸爸妈妈超度了没有啊？那你都要去问一下啊。我希望各位宝贝哦，各位，你上辈子的爸爸妈妈超度没有？确定没有？不知道。反正我回想不行的，你要去占卜占卜，宝贝宝贝啊，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方便的，你要去确定这个事情。那并不是没功德。那天有一位校长，他女儿生病，他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做了这么大的功德，你每天参加大法会，你就把它回向。他说有用吗？我就帮他写牌位，来来来，校长，你的功德13次共生法会回向，回向完以后再宝贝 ，OK 了 ，OK， 然后刀紧的要命。啊，我说对啦，因为你天天在做功德，你都没有回向给你女儿。所以各位，你今天下午来参加法会，功德大不大？大。我们点万灯、供万水、放生、超度、共生、听佛法，做了一大堆，上供下施，对不对？那这个功德，报纸打开，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事情。啊，你要从蔡小姐回向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回向啊，你要关心啊。啊，所以这个叫行为反作用，缘起法，啊，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这样去了解，所以就没有绝对，这个世间没有绝对，所以念下来，接受变化，接受无我，啊，绝对没有一个单独永恒实质的，这一点请记住，好不好啊？所以谁都可以改变，啊，只要你用佛法都可以改变。再来第4页，来。
智慧开了才知道，我们过去所追求的全是自找麻烦，所有的烦恼痛苦都是自己找的，对不对啊？所以放下了，不要再怨恨了，重新开始，也不要活在过去啊！如果让我们重来，搞不好就不需要结婚了。如果让我们重来，搞不好也不用生儿子了吧？那孤儿院那么多，不用后悔。有一个人听我这样讲，那边掉眼泪。我说你哭什么？我爸妈在的时候，我没好好孝顺。那我说来来来来，电话留给我，我带你去孝顺老人院。去孝顺，那不是我，那就是你爸爸。你去孝顺那边的老人，就可以回向给你爸爸妈妈。我们出家也一样啊，我把众生当父母啊。我跟我爸妈说，你让我出家，我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当作爸爸妈妈来孝顺啊。然后爸爸妈妈得的功德更大，对不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只是打开而已，扩大而已。所以各位呢，过去的放下，过去我们无明妄想颠倒，对不对？现在我们不用了，下辈子你就七岁去色拉且报道，去报道。我讲了老半天，人家都不好意思舍出来。哎呦，那边太苦了，你太宠爱了，那没办法，你要把它放下，对不对？寄钱去就好，因为他在那个大环境，他就会成长，有你的爱没问题的。我告诉你啊，那个海龟生蛋。它放得很远，放在海滩。这一只海龟母龟如果死了，那个蛋永远不会孵化。这个道理你懂不懂？绝对不是母龟压在那个蛋上面，是这一只母龟知道它放蛋了，它永远在远远的对岸想着那个蛋，这个叫价值，所以它会孵化。这个道理非常好啊！所以你的祖先也永远在意念的你也在意念着你的子孙。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过去、现在、未来，除非你死了，入阿罗汉来不一定啊。但是如果你活着，那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着历代祖先七世父，因为你了解了众生都是缘起的，互相影响的，所以不要再烦恼了，好不好啊？放下吧所以，但是有些人没办法控制烦恼，我们更要回向给他因为他失去控制了。我们能够保持控制很好的，该生气不生气的，这个叫修行哦。会起欲望能够压抑、能够调伏的，这个叫修行。如果你已经失去控制了，那我们只能回向再来。修行并没有捷径，不要好高骛远，踏实地走稳每一步，时时检视自己的菩提心，这才是修行的正确之道。所以一颗善良的心，时时刻刻慈悲的行为，时时刻刻知道如幻如化生命的目标，我要帮助所有众生一定要成佛。那我想走路吃饭都是发菩提心，当愿众生。我想保持念头就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看到什么都要变成菩提心，看到什么都变成菩提心，看到灯光照了一切这个光叫五方佛光因为你只要有佛像的地方，所有的都是佛像的显现。这样，这个风叫五方佛风，这样你要把你的念头，这个叫一心念佛。你的心里不离开佛的功德智慧，用你的身口意，用你的绘画，用你的煮饭。一个有悲心人炒饭好不好吃？那叫大悲饭。一个有悲心人煮水好不好喝？甘露水。一个有悲心人讲话好不好听？梵音传遍因为一切都是你的心态。所以各位，一个有爱心有悲心的开车，那个车哇像莲花，开到哪里那个地方都没车祸就是一个人所报关斋戒，地方没灾难，何况发菩提心所以我想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每一步都不离开菩提心。那所以各位，你要给自己修行的机会所以每天一坐下来就想如何帮助世界，帮助佛法。那为了要帮助佛法的时候，我要深入经藏，我要了解佛陀的思想，我要了解师父的思想、上师的思想，对不对？意念的上师的教言，然后用行为去关心世界，就在我们的周围我想修行部分在家出家，家庭就是道场，邻居就是道场，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修行的对象
啊，那你要懂得控制自己，要善巧方便引导对方。第八页，来，当身体发生讯号时，其实是在反映我们的心态而已。随时保持一颗慈悲心，我们将会发觉自己的生命、身体乃至全世界都在跟着转变。所以我常说，世界啊，整个法界以你自己为圆心，然后呢，那你就会在影响整个世界。各位要这样想啊，这个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它耐得起孤独，因为整个世界都在我的影响，就你一个人，你要这个承担。哎，也不要依赖啊，但是整个世界每个人都负起这个责任就好。所以，但是你的身体不好，代表起心动念、业障现前了，搞不好也代表老化来了，你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时时刻刻保持一个最好的心态，因为没有这个身体，你怎么去修行呢？啊，六道里面是人是最殊胜的，对不对？太快乐没办法修行，太痛苦没办法修行，啊，没有智慧没办法修行，所以做人要把握机会啊。所以念一下来，保持一颗慈悲心，啊，慈悲才是财富。啊，我想我们不是说一直累积啊，把钱拿来变成慈悲，好不好啊？把声音拿来做慈悲，各位喜欢乱讲话，还不如去助念好一点。啊，你喜欢讲话，还不如去老人院讲故事给他听好一点。啊，像我这个不喜欢讲话了，我现在都练习讲很多话。啊，所以我没办法，我都是勉强、勉强再勉强。啊，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讲话，一个人啊，这样乖乖的。啊，但是我脑筋就一直动，一直动，怎么样，怎么样推广佛法？以前不懂得佛法，就怎么样帮助世间做好事。现在懂得佛法了，啊，如何让大家都快乐？懂得佛法，怎么样更好？怎么样更好？就像今天给我们四个钟头，节目怎么安排？最后吃好吃的，啊，他们又准备菜包，啊，等下他们还有海水鱼，还有脱猴山，等一下我们还要去排位回向，好不好啊？排位回向，所以不要念太多，来，再念三段就下课了。念下来，世间总有不如己意的时候，但是要包容那些意见跟我们不同的人，这样子日子比较好过。如果我们老是想改变对方，就会徒增烦恼，不要改变对方，替对方修行就好。我们的妈妈在吃肉啊，在做什么，我们不敢讲，我们就替她修，替她哪一天她改变了就好啊。但是夫妻之间有时候很难的，朋友之间一直在说，是你都不啰嗦，你还不如去念经啊，要感动对方，自动改变啊，自动不需要去勉强对方。勉强对方没有用，啊，时间到了，像各位乖乖坐在我面前，我还有机会讲一讲。但是你要乖乖坐在面前，要几百劫的福报，我妈就不乖，那不听我说，我爸也不听我说，所以他往生以后，我天天跟他说，啊，一直说到他上品上身，为什么？天天给他说，啊，因为活的时候他不听我说，啊。这个叫缘，虽然有父子缘，但是却没有一点点法缘，啊，所以各位要结上一个法缘，哎呦，这个啊，不太容易啊。就像我跟色拉切很亲近，想必我不知道修了多少次格鲁派，所以呢，大陆的任何格鲁派，我四面我都去过了，奇怪，其他派我都没去过来，啊，所以那次格鲁派呢，我通通奇怪，他们都安排我去过了，啊，这个就是因缘吧，啊。那是就随缘啊，学习。但是格鲁派的重点是什么？哦，我要抓住啊，阿底峡尊者、中格巴大师啊，五大经论，对不对？啊，这些精髓我要去抓到。那我有接触噶举派，我也要抓到啊。我有更接触林马派，哎，我是不单的林马派呢。啊，所以。原来你跟任何人都有缘。我是天主教的教师，我是基督教的牧师啊，啊，在道教我更厉害啊，啊，所以你想一想，你跟哪一个没缘呢？啊，你。
你跟任何生命都有缘，因为无量劫的轮回，无量劫，所以西方现在有一种试验，把人类的 DNA 取出来，然后就知道说你好几次是在欧洲，你好几次在越南，结果大家就没讲话了。一开始说我欧洲人，他中国人，他大家都有区隔，对不对？现在讲共同的兴趣都没区隔了。对不对？有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然后告诉他啊，全部人占各自的方块，有钱人、没钱人、知识分子，然后告诉他，爱唱歌的出来，人就出来了，通通一样。爱跳舞的出来，通通一样。结果后来，通通一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就是女人，这样不要有分别，我就是男人。现在你有像我是男人，我是女人，然后我男人要找女人，女人要找男人，哦，这个可麻烦了，啊，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对不对？各位的都是我的，我得的也是各位的，但是女人都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你就苦了，那你就自己人晚上哭到天亮了，我好苦啊，我管那么多的，对方都不负责任。要放下，一切会更好。你的心改变了，思想行为改变了，环境都在改变。所以生病的人是你修行的机会来了，对不对？提醒你修行了，提醒你消业障了。所以把它当作一个助缘，也把它当作一种悲心，这样就好。第九页，第十页，回劝他人也要从爱语下手。当你劝告别人时，若不顾及别人的自尊心，那么再好的语言都没有用的，有听到不？很容易啊，很难啊！往往我们都是抓一个不好的言，这样你的好话变坏话，好意变坏意啊，对方反而更加强要保护自己。我就是要这样，你要怎么样？没有用。所以各位，你要真的是训练自己，要试设法。布施、爱与力行，同时从别人开始，你对你老公、对你儿子可能没办法，从别人开始做做看。一个学校的好老师教得很厉害，回家就是没办法教他儿子，自己人嘛，供也供给天啊，因为你对他有执着的时候就很难啊。所以在这一点啊，女众学佛的很多啊，这女众很吃亏啊，重感情啊，爱调啊，后来那么带劲。他不会跟你打架了，那所谓执着就是希望有反应，那你就会很痛苦。那这一点自己要转化，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要转，你跟你家人讲话要特别小心。就像我回家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哥哥也会来，我都在外面翁叔伯叔的时候，他妈叔伯叔的，我升起空性平等，因为我等一下我跟我妈妈讲话了，因为这个妈妈这个情很重的。恩很高的，我要非常小心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不能让我妈妈执着，而且这里面还要加一点点佛法给她这样。我都很这样。那我大哥当然没修行，他跟我妈妈讲啊，你给我快一点，你跟我赶快的嘛。所以各位，因为我是出家人，只是在缘起暂时的地位上我是他儿子，但是在佛法上我是个出家人，他是我有恩要度化的。对不对？我要非常注意这个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动作，我都很小心啊。包括进去就拜佛，整理，我妈都在看这小子在干嘛。要出去了，拜佛，妈妈健康这样。用完洗手间，以前我妈妈还没生病的时候，她都会看。哎呀，我怎么擦桌子？吃完饭，因为我是修行的，我在做给她看，怎么不一样呢？她就这样讲。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呢？他会观察，然后我必须把佛教的动作给他看，所以我妈妈现在至少会啊，好了，点香点香啊，供灯供灯，因为我在做嘛，对不对？因为我要表法给他看，所以，但是我又不能给他压力，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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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所以各位不能急用。不能急，不能骂。如果你会起情绪，你就不要讲话，没资格讲话。因为你有起情绪的时候，有我执烦恼的时候，你所做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了解吗？就像夫妻吵架，再讲下去就是离婚，对啊，然后再哭吧。因为那个时候是情绪的，
所以我想爱语是一种，爱就是一种慈悲心，那你把慈悲心必须表现在你的语言行为上面啊，所以我每次回去就会赶快，等一下要买什么礼物，我妈要吃什么，赶快大家想办法。我不太了解我妈吃什么，因为我没有跟她生活在一起，我要打听啊，到底我妈要吃什么，我爸要干什么，对不对？那你要去思维。那我想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我对我妈妈的细心耐心我必须用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个才正确。我不能说对我妈妈是如此，那不行啊。所以对每个人我都要如此，在这一点我必须讲，因为有些人对上司很好，对他师父很好，对下属很不好，这个目睭大细蕊，错了。你对佛陀对上司的方法是要拿来对所有生命的方法，千万不要分别啊！分别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了，有分别心供养你还造业了，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供养任何法师都是平等心对待平等心，那这个要练习啊。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讲话好听一点，好不好啊？让对方好像听到音乐啊。所以古时候人叫爸爸妈妈起床不能喊的，要放音乐，阿弥陀，可能念药师佛吧。慢慢由小声变大声，然后妈妈起床了，对。他上厕所的地方中间摆一个灯，万一妈妈上厕所怕跌倒，要体体贴贴的对待一切。当然，上师师父是你学习的对象，那因为你会有尊重心，那你透过这个学习去对待所有人事物。所以我那时候要出家，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吓坏了，天哪，这小子每天来替我们倒茶弄桌椅，搞了老半天，我在想中午要带他们去吃哪一家大素食店，晚上哪一个素食店，大家都不用去跑业绩，就听佛法就好我每天都在那忙着老半天来帮助他们，要让他们学佛，对不对？没有他们我没有办法生存了，他们在卖力的赚钱，我在那边耐力的收钱。我这个人都不上班了，我就在那边收钱但是现在我要出家了，我以前错了，我现在好好的弥补到他们，我就问他，你看我适不适合出家，可以那才行，只是舍不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要从行为上表现出来，眼神上语言上都要表现出来，这个改变是最难的，法就是改变的意思，调伏的意思各位要改变改变，好不好啊？2017年要不一样啊，不是老调啊改变的越来越有气势，越来越有精神生病是自然的，但是你生病的时候你眼神还是亮的精神还是欢喜的，要如此。来，最后一句11页，来，世间无常，逝去的是永远的逝去，人生难得有机会得闻佛法而不愿听闻，放任自己在世俗的欢乐中随波逐流，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这冈波巴大师一直提醒这个了历代祖师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各位要体悟无常要体悟无常，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人都会死的要有一个出离心，有这个无常你才会爱惜现在有这个无常我们才会精进。所以各位现在都听闻佛法了，太好了，可以不上班了，今天反正上班你们都不用上班，你就干脆到寺庙报道吧寺庙也不是天天待在里面，在寺庙学学佛法的理论，去老人院、孤儿院、去公园去任何需要佛法的地方分担分担如来家业，好不好所以我都跟我们邓淑贞菩萨说，可以出来讲经说法了我都看到网络在讲，可以讲了，有头发也可以讲，没头发也可以讲，只要发菩提心，对吧？人家看我们有头发还讨厌呢，不看我们那是你们出家人在讲，但是没头发讲，有头发人讲他跟我一样在家人，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他反而愿意接受，这个要多元，所以要有地藏菩萨，更要有观音菩萨，要有在家，要有出家，要有大人，要有小孩因为我们出家人毕竟还是严肃的，严肃的
像我这个嬉皮笑脸啊，有我就去缅甸、去泰国，阿哥说叫你犯戒。我说为什么？规定煮好吃你都不能笑。看到在家供养，不能笑。我说哦，原来小乘是这么严肃啦，大乘哈、啊，你还俗了你呵呵，你怎么可以嬉皮笑脸？我说这个问题不一样，他是我妈，跟你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所以规定不一样。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在那边我就要配合，就要配合啊。但是老菩萨我还是笑，老菩萨总没问题吧？啊，但是总是要表示亲切。笑久假的也会变真的，我跟你讲啊，以前是虚伪的，现在是感恩的，对不对？下回会变成真心的啊，也不一定这样。好，所以这本回去好好看好不好？现在的佛法要这么浅了、啊、我本来要讲了一本深的，你们又打退堂鼓了啊，这要白话英文，最好再插图画漫画啊、然后呢印得很漂亮，不然还人家还不要嘞、啊、所以我们现在翻了各种语文了，所以希望大家很努力的推广好不好啊，深入浅出，但是也不能够离开佛教。今天大家共同护持色拉且63000元随喜功德啊，你看 还加上3万美金5万人民币，每年1万啊。各位养成习惯啊，别人的痛苦都是我的事，好不好啊？你要承担，虽然我们，但是不用有压力，尽力就好了，尽力就好。事实上，我答应太多太多太多事情了啊，但是我都 OK 啊，我已经习惯了，没事，尽力就好，自然就会出现邓淑贞，对不对？自然就会出现很多菩萨。所以各位，下回我们去色拉且2个礼拜煮饭好不好？教他们炒菜啊，哇，功德很大，他们会怀念你到死。钱不重要，好吃最重要。他们有时候去阿嬷有来没来，你去那边吃饭了、啊、有时候还真的会很痛苦的，没几行吃的咯，你们这边看、这个啊、好像还有饼这样啊，都没办法，因为男人煮给男人吃，而且是轮流的，又不是专业的啊，就靠我们这些华人还有一点希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去大宝法王那边，我都是坐在他旁边，在他旁边我才可以吃华人餐呐、啊。哎呦，不然在边种啊，啊，那个味道，连我们阿姨就抗议，带泡面永远没问题，不会拉肚子，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没办法，因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所以他们每次隔期来回去就会想我们这边的好吃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干脆把好吃的带去那边好不好啊，带去那边啊、各位很会炒菜，早餐让他们吃吃什么叫稀饭还有酱瓜，他们的记忆就一块饼奶茶一块饼奶茶没有第二，我们一块饼上面还有哇导入呢，对不对？奶油呢但是他们没有灰色的世界啊、那是因为这样可能，所以我还是希望常去个什么，这个菩提心是一种快乐、啊、不是一种压力啊，对不对啊、要从快乐里面才可以知道给众生乐，他们现在给我们这一块饼我们不快乐啊，因为他们不懂还不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一个月有一次给小喇嘛加冰激凌啊，他那天念经就念得很大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要演足睡不着了，对不对？哇，妈妈准备巧克力油崩、哦、太好了，明天就光吃那个就爽了，演足去哪里不重要，对不对？因为小孩子嘛，但是所以这种心态我也是觉得在那种环境里面要培养一个绝对温暖的利他的心，那是一种理论还没办法接触到，要靠着我们的爱去爱他们，对不对？去关怀他们，去开一个素食火锅免费的，对不对？他们个个都考上科系，哇，考上科系吃免费素食火锅变个戏哦，
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佛教阿弥陀佛的方法啊，所以我也知道那种情况不太容易啊。然后来到台湾，又享受到台湾的温暖，不小心就再见了啊。所以，但是所以这个差别太大啊。所以我想娱乐，我们要把我们的快乐带到每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吃好吃的东西，可以吃越好吃越好。特别你要超度人，要把这个好吃观想到恶鬼道，看见吗？当你布施一杯水米了，哇，那个好吃的都融入在恶鬼道，融入在地狱道。啊，当你在穿衣服的时候，要把你最温暖、最漂亮观想到他们都穿上去了。所以修大乘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你为了要享受。啊，但是你要把最好的都能够体悟到、拿捏到、吃到、喝到，你都要掌握到。掌握到以后，把这个感受融入在他们身上，融入在他们那些受苦的众生身上，这个叫自他交换。愿我的健康给你感受到，愿你的痛苦给我，愿我的眼睛看得见让你感受到，愿你的瞎眼给我，你要这样交换啊。这样以后，那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那这样能够合为一体。我认为这个是佛教很重要的实修。实修，实修是在面对众生，面对快乐痛苦，面对世间法的时候。虽然我们讲出世间法第一义谛空性，但是这个不能够离开世间法去体悟啊。养鸡场的蛋鸡最近要开始卖掉了，恐面临被杀，请海涛师父应如何处理较好？买过来啊，一人家里养20只啊。啊，我们只要开护生园马上就买。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单位知道鸡蛋鸡一只在南部才35块台币，35块，我们过年叫了一车3000只鸡的，满满的就一车了。然后呢，他们马上说哦，那边可以放，然后就全部车子就来了，就堆满了啊。所以当然他们很快乐，我们也很痛苦的快乐啊。有时候哎，师傅又满了，你不留一些给我放啊？没办法啊。但是那些鸡啊，哇，后面你要养它至少还有一半的时间啊，但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所以我们在南部也一直在想办法，那些鸡舍，各位如果有回南部他不养了，就去给他租啊租啊啊，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些蛋鸡蛋鸭，很可怜的 啊，因为特别他们的，所以你放一只肉鸡跟放一只蛋鸡功德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肉鸡它被一辈子快乐，它对人类的贡献就是被杀掉那一刻被吃掉。但是蛋鸡就不一样了，它对人类生了多少的鸡蛋，给人类多少的营养，最后它不太能生了，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种，最可怕的是什么？把它碾成肉酱，又做成鸡饲料，又给鸡吃，这样。这是最最最痛苦的事情啊！每年杀了几百亿的小公鸡，马上几分钟就碾成肉酱，然后又做成饲料又啊！甚至现在最不好的是什么？他们碾完以后去做成，就是世间人在吃的肠子，骗他们这个肉肠，对不对？啊，他们不知道那个是碾死的小鸡的肉，这样啊，因为这样就是生意人可以赚很多钱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缅甸就很多马，为什么？因为牛一只1000块美金，马一只500块美金，所以把马当作牛来卖，这样，那马肉做成肉干，人家也吃不出来，啊，然后所以那些马就可怜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在一个居士提供了21甲地啊，我们在那边救了很多这些马啊，那边工人。太便宜了，太便宜了，1个月5000块，住在那边啊，所以帮我们养了牛啊羊，所以做各种的功德。好，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所以一个人要相信人有今世、现世、来世，一个众生要相信鱼也会投胎，鬼也会投胎，哦，有些人相信不了。咱今日未去吃肉就知影鬼也会投胎呢。所以各位，这个观念你一定要跟你的子、跟你的孙、跟你的先生讲，底下鬼也拢会投胎呢，会轮回呢。啊，你若对好，伊给你报；你若对歹，伊给你报仇呢。所以这个世间有恩人，也有仇人呢。啊，所以这个世间你要做生意，你若无贵人哦，无善姻缘哦，娶歹某、嫁歹翁、生歹囝、交歹朋友，你会足衰啊！啊，你会感觉人生真苦啊！所以各位要了解三世因果的道理。所以咱直直个回想，所以各位会记哦，恁囝逐工咧跋脚，你做老母没烦恼哦。你爱常常念佛，留咧点灯，你将这代志甲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会去安排，了解吗？啊，以免啦故障，啊，你的功德咱老高，免观世音菩萨土地公嘛给你到安排，啊，因为这个护法善神啦，一足认真呢，你要真心在修行，真心在修行，不可思议，啊，哎，恁翁就爱食猪肉，结果你真心的修行，迄灶公嘛给你安排呢，到一天恁翁啊去看到猪肉煞食袂落。暗时个做梦梦到猪下来个地啊！哎，想啊，我张梅是不是食猪吧？对啊，赵公托梦一两面就买食，不可思议！个我碰过这种事情，真实太多了。所以你只要有心，很认真，诸佛菩萨都知道啊。佛法行，所以各位人一出世边上就对两个行，佛经写个真好。一个是咧记你好代志，专门咧报天的；一个是咧记你歹代志，专门咧报地界的。啊，百分之百，所以你落地界受什么苦，迄百分之百拢你也袂误会。但是善恶不抵消，唔是讲你善事做足济，然后恶业就无去。善归善，后摆你恶业来享受完，啊你享受善报，但是你善报享受完，享受恶业，这个善恶不抵消。所以你边啊本来就是有神的，所以咱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其实看咧中国人讲，咱辛苦有三种神，叫三司神啊所以你有法度敢将这三司神来给超度啊，你生命的自由啊啊！但是看咧佛教内底个足侪护法神，像各位你今日皈依三宝，你边要36个护法神，哎，只要你。时时刻刻拢做代志，无离开三宝，迄36个护法神拢给你顾掉的。啊，你饲一条戒五的护法神，五条戒20个护法神，你搁食菜，我搁加100个护法神，你有发菩提心，1000万护法神。所以会记得哦，初二16，咱台湾人有咧考官，你初二16嘛爱感恩护法神这个意思。所以咱逐工拢有啊做演讲嘛，感谢护法啦。啊！伊家你顾条条，互你健康，哎，你咪感谢伊。啊，这护法神家你到顶的修行，你愈慈悲，伊愈慈悲，愈精进，愈精进啊！啊，所以各位未使骗人诶，你想啊，人看无，我讲护法神大家嘛看掉，诸佛菩萨拢咧看你咧创啥，连你咧困嘛知影你咧创啥啊！所以也不能骗人，各位修行啊修行，没有办法骗人，这是世间。所以你来去尼泊尔。因为佛塔边拢是两类目睭，有无？迄个，佛菩萨达刚嘛看众生，不管你伫倒一方向，拢甲你看，啊，拢咧关心咱啦，拢咧注意咱。老爸疼囝，那有迄个老爸无咧看囝？老母安怎无闲嘛？你看迄囡仔有安怎嘛？啊，有健康无？平安无？啊，无跋倒啊？那佛菩萨是如此，所以各位呢？老母逐天咧想囝，问题是囝歪想老母，迄个无法度啊。
啊，所以佛想众生，众生呢想佛，哎，无我见合为一体，你就得到佛的加持。所以讲哎，常常念佛，这个意思啊，常常念观世音菩萨。有啥物代志，甲观世音菩萨讲，你还烦恼讲啊啊，真系寒，你说讲讲，念咪就别寒。哎，你要发觉说，哎呦，佛菩萨安排的很好，什么都给你安排的很好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只管存好心，只管慈悲，一切不要烦恼，免烦恼。然后你会有障碍，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你起心动念，障碍就来啊！你刚才你卡的甜，麦去对着一点，你那对着一点卡了个甜啊！那个点就是缘呐，贪嗔痴就是缘。你有这个缘过去的业就很紧，你没有这个想法，那个业就未来。所以。甚至阿罗汉啊，干脆把贪嗔痴断掉，解脱轮回，安得无业报啊！但你看咧菩萨，伊一定爱来轮回，所以菩萨一定爱大大忏悔，业爱忏悔，贪嗔痴卖起，就这意思。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